好开心你哋嘅努力，呢个月就真系有回报啦。咁而家我要开始颁奖啦。第一个我要颁嘅奖，头先你都睇到啦，系嘛？第一个第五名嘅就系叶振思，俾个热烈掌声欢迎佢好唔好啊？首先我要多谢公司俾我哋呢个平台咯，同埋多谢我哋嘅 leader， 所有嘅 leader 啦 ，Jason、Matthew、Brian、Victor、everyone 啊，大家继续努力，所以我希望下一个月我会再见到大家，因为下一个月我一定会再攞嘅。首先我都是一样，我多谢老细啦，请我哋嚟食咁贵嘅一餐。多谢 Brian 啦，都系我多谢我 leader 啦，然之后一路栽培我哋啦，我都会继续努力，唔会令佢失望咯。啊，今天我又是拿到这个 top five 里面的这个 dinner， 这个 lunch 啊，谢谢今天老板带我们在香格里拉吃一个这样。Green 的那个 buffet lunch， so then 你们要努力咯，在这个时候每个月你们都可以 fight 到 top five 里面， so 给一点成绩给老板看。而家我嘅 career path 咧，我唔系为咗自己而战噶啦 ，so as a leader， 我想我即系讲我想成为一个 leader， so 我就 lead by example 咯，即系讲我哋首先我哋去做好我哋自己先，跟住攞多啲 top sales， 下摆我就希望我嘅团队同我一齐过嚟食 top sales 啦。好多谢公司呢个平台啦。真是很荣幸可以拿到这个六月份的 top one 啦，所以很开心，就是公司就是为我们在这个香格里拉 hotel， 让我们这个 top sales 在相聚在一起啦。所以我很感谢 Affirm Plus 这个平台，让大家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实力。所以 Affirm Plus 的伙伴们，大家一起加油啦！希望下次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这次的聚餐。OK， 唔该，系今日我哋有咁个成绩攞到 Top Group， 都系大家我哋嘅 SG 一齐去努力，一齐去揾多啲 sales to 创呢个。我哋追依个梦想系每个月我哋爱 link number one， 咁大家 SG 咧，咁我哋一齐去努力，因为咧我哋依家 director group director 我哋多咗一个啦，咁我哋爱去抢第一嘅咧唔容易啦，咁我哋去每个月我哋去加油追我哋嘅梦想，依、这个系公司一路以嚟会有俾我哋嘅 platform 嘅，咁仲有系好重要嘅就系我嘅老婆咯，咁今年我哋会创新我哋嘅 top group of the year， so 大家加油！